什么手枪、钢枪最猛呢？手枪虽然总体比不过其他武器，但是有时候会有奇效。今天来聊聊钢枪最猛的三把手枪，它虽然没有全自动，但钢枪胜率极高。一、蝎式，蝎式的单发伤害是非常低的，只有可怜的21点。不过蝎式只有单发伤害低这一个缺点，它的射速极快，让它的秒伤在手枪中处于很高的水平。而且蝎式的弹容量很多，后坐力很低，近战钢枪还是很猛的。二、P18C， P18C 和蝎式相比，钢枪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。因为 P18C 的射速比蝎式更快，所以秒伤会更高，钢枪也就更猛。而且 P18C 换弹更快，配件更少，持续作战能力也更强，很少有手枪能刚过 P18C。三、P1911 的伤害就更高了，单发伤害有41点，不过它没有全自动模式，但没有也不影响它的厉害，因为 P1911 的射速是很快的，点射起来比 P18C 秒伤还高，所以钢枪胜率也是极高的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